好，决战北凤尾哈，青菜对志豪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你要两把银汤，才能够逆转胜。他只要一把银汤，你就跟我对决了。你今天是24000，你是19100，来开门。七川七，决战北凤尾，看哪家的牌。好，青菜，志豪。没有。好，可以出菜喽。菜吗？哎，丢一张。对。好。1万。刚走过的。哦。要放点上。5万。碰一个。9万。七饼，6万，不好，吃一个，哦，好，六饼。放着放着放着，点上。5桶。1条。2万。1万。大声啊，志豪！好啊，把当兵的气势拿出来。3所。把这气势拿。6条。进来。2万。4饼。1饼。5饼。加了。坚持到7条。3万。起来一下嘛。4万。什么？老牌。不是跟你一样，你要是会打牌的人就放炮了。这牌你当然要打8条，天六九条啊。啊？对啊。对，但是你因为你不会打，所以你没有放炮，还被他自摸了。那没有办法，而且你刚刚那5饼根本不应该猜的。5饼这一对啊，太久了也没办法讲啊，好吧，胡了一把。好，现在马上是我们的来终点战，决战北凤尾的终点战，到底呢志豪赢还是青菜赢？哎呀，来，志豪炒青菜，志豪炒青菜，6球。决战北凤尾的终点战，到底鹿死谁手？看你那张牌。好，志豪，就青菜。这样子就有来志豪出菜，哎，这是轻蔑的笑，志豪，志豪出菜哦，5万，5万，7所，放那里可以，1万，上点上，1桶。5饼。放点上。一摸咖啡。好，这样。都一样哦，现在知道。照吃照碰哦，哈。哦。可以吃可以碰。8桶。7饼。7饼。2手。吃一张。2万。
四摸。哇！我们又四摸。打三点。凶宝。凶宝。我刚刚在那边看他的运气超好。运气很好。对。他没有在后面。你三名马上也来了。真的，可能来不及啊。来不及了。没胡啦。六局比较美。又胜利转胜，恭喜四豪获胜。来哦，19,100，来跟我的决战北风北。决战北风北，哎呦，恭喜啊！今天两期都是啊，连着两期啊。上一期是我们台中来的啊，这个什么林？威林啊，威林哈，威林，威林，威林，他赢了18,200，对，你今天是比较多一点，19,100，啊，加油啦！好，好不好？买套漂亮的西装，合身的啊。好，他说这个当兵前的西装了，10年了，其实算身材保养的不错了，算不错了。好，来，退了伍才胖的嘛。对，对不对？退伍就轻松了，不用出操了，没错，是不是？来，开门。难怪他说，加油！啊，六出，决战北风北，看两家的牌。好，志豪，加油！志玲，志玲 ，OK， 来，志豪出彩，一名。好，可以看了。哇，右手就比较轻松一点。对，来一条，九饼。九条，八条，九外，十一张啊！不要，二条，六条，二条，糟糕。好吧，只能走这一卦了。八条，这样留着也没用了。八万，七万，啊，你不要，七条。七万，靠！这样子给我来，不要吃！你干什么？你这样是要胡牌？没有，我想是在变法术吗？试一下，好恐怖哦！五万，吃啊！五万，哎，碰，那就孤张，孤一张。你说你胡了？没有，他说他孤一张。哈？没有，我说我孤一张。你说你胡一张？没有，我说我孤一张。啊？什么？难怪没看到。我算输啊？为什么？节目开始为什么输？因为我胡他了。啊！吓我一跳！哎，我吓到了哎！你有看到我真要骂他说，你看他每次翻了一下牌。哇！我为什么笨？效果来了！这效果完了。已经骗我们，今天已经被骗两次了。你本来骗什么？我本来是五万队跟五条队在选择，五万五条队啊，对，哦，然后我想说三六比较漂亮，当然啦，当然啦，他要不摸到四万，你是摸四万，我四万本来就在，哦，对，四四，当然啦，哎呀，没有超出来，没有超出来，只有超六百，超六百666，哎，我的牌好烂呢。我这没玩牌超烂的，所以我刚刚跑去看他，我不知道你已经听了，你又听了，来，志豪，好，来，怎么办？这件衣服又要穿3年。好，来 ，OK， 好了，没关系。还有，女朋友的法艺这么好，对不对？赚钱帮你做西装，啊，还是女朋友会做西装？他不会啊。他女朋友到底要会多少事情？就是反正这种家手活的都好啊，是不是？好了，谢谢大家啊，谢。好，来谢谢观众朋友们，好，我们调整码大神 APP， 请大家踊跃上网下载。是的，想要参加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脸书粉丝团报名哦。晚安，拜拜。拜拜。挑战吧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。
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，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受欢迎的命理大师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开运服务，包含神准算命、开运商品、开运秘法，请上网搜寻命运好好玩。